欢迎大家收听 Sport Life Radio TV， 我是当值的段长 DJ Joe。今天呢，世博莱影视呢有一些消息要带给大家，那就是呢，接下来咱们的这个电视广播呢将迎来新一档的这个节目，那就是 TGIF。Thanks God, it's Friday。这个英文节目呢是由 Spotlight TV 的嘉宾主持 Ryan 及新晋主持 Eddie 为你打造一个欢乐的周末前夕。这个节目呢将为大家报道最新的社会动态、社交活动、当下的流行文化以及一些趣味的事件等等。 TGIF 呢这个新的节目呢将在10月开始，每逢星期五晚上10点在 Spotlight Radio TV， 也就是你现在收听的这个广播频道，给你带来无限的欢乐。所以喜欢听幽默及搞笑节目的朋友们呢，千万别错过啦。除此之外， Spotlight TV 制作的节目呢也有一些时间上的更改哦。由 Anno 及 Alison 主持的这个小姐你有事吗谈理论性的节目呢，将在11月开始，每逢星期四晚上10点播出的。星期五晚上10点呢就是 Ryan 及 Eddie 主持的 TGIF 新的这一档节目，而星期六呢依然还是由我段长的男人为大家继续闲言闲语的。若哪些朋友呢没有时间定时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别担心，只需要在 www.jmn-i.com 就可以随时随地用手机、iPad、电脑还是任何的 device 呢收看及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春色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羽毛扇摇着千军阵，锦缎裁几寸，看铁马踏冰河，丝线风韶华红尘千丈头，山水一程，风雪再一程。黄竹针五月花叶深，六月杏花村，红酥手青丝万千根，姻缘多一分。等残阳照孤影，牡丹染铜樽，满城牧笛声。一人一门望君踏归程，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江河入海奔，万物为谁春，明月照不尽离别人。君可见刺绣又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夏雨秋风，有人为你等。翠竹寂寞恨，锦书画不成，清针一线绣不尽鸳鸯枕。此生笑傲风月瘦如刀，催人老，来世与君暮暮又朝朝，多逍遥。芙蓉城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羽毛扇摇着千军阵，锦缎裁几寸，看铁马踏冰河，丝线风韶华红尘千丈高，山水一程，冰雪再一程。红烛枕五月花叶深，六月杏花村，红酥手青丝万千根，姻缘多一分。等残阳照孤影，牡丹染铜樽，满城牧笛声。一人一门望君踏归程，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江河入海奔，万物为谁春，明月照不尽离别人。君可见刺绣又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夏雨秋风，有人为你等。翠竹寂寞恨，锦书画不成，清针一线绣不尽鸳鸯枕。遥指柔波尽千万针，
杜鹃啼血声，芙蓉花瘦过尽缤纷，转眼成归尘。战歌送离人，新人欲断魂，浓情蜜意此话当真。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江河入海奔，万物为谁春，明月照不尽离别人。君可见刺绣又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夏雨秋风，有人为你等。翠竹泣墨痕，锦书画不成，情真意深深无尽鸳鸯枕。竹泣墨痕，锦书画不成，情真意深绣不尽鸳鸯枕。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又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今天的中秋节呢，我们不难看到市场上有多么的冷清啊。以往呢，在七月节还没有过完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电视上呢看到很多月饼的广告，比如说有什么锦纶胎、海外天、六福酒家、麦可斯、大同月饼等等等等耳熟能详的这个老字号、老招牌。可是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本地的月饼广告呢，实在是屈指可数。然而呢，市场上的这个月饼的销售量呢，也比就是去年呢比以往呢少了20%-38%左右哦。所以很多商家呢每一年呢都会想尽办法呢，就是推出一些不同的这个新口味呢来刺激市场的销量的。比如呢我们现在很常见到的一些冰皮月饼啊、果冻月饼啊、水果月饼、肉馅月饼、榴莲月饼、奶黄月饼、巧克力月饼、番薯月饼啊，甚至是那个麻辣的月饼也有。这些月饼呢看起来很有创意，可是呢味道消费者们却不敢恭维啊，没有人敢买哦。除了传统的这个莲蓉蛋黄的这个月饼之外呢，有多少人敢去尝试这种已经颠覆传统呢，而且还需要挑战自己味蕾的这种新口味呢？再来价钱也不便宜啊，对不对？我在想呢，现在连麻辣的月饼都有了，再过几年呢，是否是不是有那个虾仁月饼啊，还是韭菜月饼啊，海鲜月饼，还是其他一些古灵精怪的月饼会出现呢？这个还真的很难说哦，可能现在有些公司呢已经开始在研究了。市场上呢有一种新口味的月饼呢，我非常能够接受，是什么月饼呢？来请看 VCR。超越时空，让爱传递，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中秋。哈根达斯月饼冰淇淋，天哪，可以在夏日炎炎的这个季节里面呢吃上一口冷冷的冰淇淋月饼，给谁都能接受得了啦，对不对？更何况呢，这个冰淇淋月饼呢是来自远方的星星，有金秀贤在，这个销售量呢已经是信赖的保证啦。用明星的这个效应呢来吸引消费者的这个手法呢，在大陆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利用海外明星的那个知名度，还有那个无形特质的那个身份呢，转移到商品或者是品牌身上呢，当地的消费者们呢都会把对明星的那一份情感迁移到这个广告宣传的这个产品上面的。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大陆的人呢把明星当大牌人物这样子。这也是为什么呢，明星的这个代言费啊、通告费啊，比起其他的这个国家来说高出4-5倍那么多呢。可是呢换个角度，我们去到台湾就不一样了。台湾呢很多商家呢都爱走就是洋葱的路线。什么是洋葱的路线呢？来我们再看 VCR。这次哈根达斯其实办了一个像月亮许愿的活动，
家其实有在官网上面许了一个小小的愿望，这个是一家许的愿望。哎，不好意思，我拿个眼镜哦。好，今年中秋节希望不要那么忙，大家大团圆。这次活动我们是希望可以由妈妈来给一家一个小小的惊喜。我有三个小孩子，老大一家，他目前也是从事戏剧方面的表演。小儿子呢，他现在目前在美国。一家是比较随性，然后他比较外向。因为小儿子现在去美国已经三年了，我会关心他们生活上，要他们自己，照顾好自己啦。我们现在是设想是到时候一家他会先来到柜台这边领月饼，所以当我们看到一家出现的时候，妈妈其实就可以已经准备好，因为你已经换装换成那个店员制服装了嘛。然后到时候就是会是你拿着月饼，然后过来到柜台的位置把月饼给他，然后给他一个惊喜这样子。哇，那到时候真的是妈会不会紧张？一二三，加加加！我来领月饼。先生，这是你今天订的月饼，麻烦你来关。为什么在这边？我是今天阿根大使的一日店员。整到你了。我是整人的啊，怎么会在？对啊，我怎么我在哭呢？你这么搞刚的吓我，我准备个礼物给你。走，咱们去拿礼物。真的好。请容我为您服务，来来，请坐。不是啦，他老佛爷没看过。老佛爷。不过这礼物准备蛮久。是啊，在哪？它会是一个应该你蛮期待可以看到的礼物。啊？真的回来了。中秋节快乐。第一时间接到这个邀约，我其实心里有一点是毫不犹豫的。全家又聚在一起，因为真的很久，所以很希望能够促成，但又觉得这个工程实在太浩大。如果他能回来，真的很好。我把自己当作是来探亲的，而且是给他一个惊喜。我觉得很辛苦啊，能够团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辛苦啦，你快下来了，谢谢。现在我被整了吗？今天才我是被整的对象吗？
今天的情况，会让我永远记住。我想我此生无憾。看过了这个广告呢，你是不是已经哭得稀里哗啦这样子呢？是不是很洋葱呢？每逢呢这个节庆时节的时候呢，我们不难看到台湾有很多很多这种感人的广告，多数呢都是打亲情牌，走感情的路线。当然马来西亚也不例外，多数呢都是回顾这个旧时代的这个记忆，把人与人之间呢最初始的那一份感情呢，那一份爱呢给体现出来。所以呢就趁这个中秋佳节呢，赶快和你心爱的人和你的家人一起团圆吧。俗话说，姜还是老的辣，味道呢还是古早来的香。传统的月饼如果能够从中呢精益求精，老字号呢始终还是最畅销的。好，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和大家一起说一说中秋的那回事。Now girl, if you need a little love, let me know what's on your mind. And it's true, been so hard to let go, even after all this time. I won't never ever make the same mistake again. I'll be waiting for you, so just tell me where and when. Ooh, baby, I'ma hold you tight. Give me just another night. Maybe on the morning light, like we used to do when you were mine. Baby, I'ma hold you close. This is how the story goes. Why it's gotta be so hard when it feels right? I'll hold you tight. Ooh yeah, I'll hold you tight. Ooh, day and night, baby it was us, you and me against the world. As time goes by, I will never have these feelings for another girl. I won't never ever make the same mistake again. I'll be waiting for you, so just tell me where and when. Ooh, baby, I'ma hold you tight. Give me just another night. Maybe on the morning light, like we used to do when you were mine. Baby, I'ma hold you close. This is how the story goes. Why it's gotta be so hard when it feels right? I'll hold you tight. Yeah, I'll hold you tight. Mm-hmm. You're everything needed. You were my love. That will never change. If I get to taste your kiss, I can't have enough of it. I will never ever let you go. I'll never let you go. Baby, I'ma hold you tight. Give me just another night. Maybe on the morning light, like we used to do.我和月亮交朋友，交朋友提着灯笼。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断掌的男人。八月十五庆中秋，就刚好落在这个周末，也就是这个星期日。想必呢，大家在这四天的假期呢，已经安排好了节目，与家人啊朋友们呢一起欢度中秋佳节。在九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呢，也就是星期五到星期日，吉隆坡金河广场呢举办了千灯会中秋嘉年华二零一五。这三天呢，会有很多精彩的活动及节目表演将一一送上给大家。今天的节目呢，多不胜数。将会有 On FM 及 Melody FM 的艺人朋友们出现在底层的中央舞台给大家做show的，晚上呢还有精彩的中华文化表演及中秋游灯会等你来参与。明天最后一天呢，中午的时间呢依然可以观赏到 On FM 的艺人表演、团康舞、舞蹈表演以及其他的活动等你来参与。预知更多详情，大家可以浏览以下的网站。马来西亚最大型、最热门、结合摄影及旅游两种元素的影像盛会吉隆坡摄影节，将于十月九日到十一日早上十点到晚上九点，在 Mid Valley Exhibition Center 热闹展开。现场呢将会有影像展览、摄影比赛、摄影旅游分享会、摄影交流会的活动等你来参与。喜欢旅游及摄影的朋友们呢，千万别错过这项活动啦！想要知道更多的详情，可以点击以下的网站。SPCA 雪兰莪防虐动物协会将在本月二十七日举办一项世界动物日的户外大型活动，喜欢狗狗的朋友们呢肯定不能错过了。活动的举办地点呢就在 Desa Park City Car Park 2，活动的时间呢是中午三点到傍晚七点。当天呢会有很多爱狗者呢都会带着自己心爱的狗狗呢出席这项活动的。现场呢会售卖很多这个宠物的用品或者是精品，有狗狗的这个竞赛特区、幸运转盘、 SPCA 雪兰莪防虐动物协会的这个专柜、狗狗领养区等等。想要知道更多的详情，欢迎登录 SPCA Selangor 的官方网站。上个月错过在沙朗举办的日本朋友节 Bon Odori 的朋友们呢可要注意了，今天下午四点到八点呢，另一场 Bon Odori Festival 将在 Publica KL 热闹展开。现场呢会有日本嘉年华、忍者表演、日本传统舞蹈环节、古乐表演、舞蹈比赛以及烟火秀呢等你来参与的。趁着中秋佳节之际呢，欢迎你来一起共襄盛举。弯弯的月亮爬上来，咿咿啦啦爬上来，照着我的姑娘梳妆台，纱窗快打开，咿啦啦快打开，再把你的玫瑰摘一朵，轻轻地扔下来。
说到中秋那回事呢，就会想起我的童年。我记得我的人生吃的第一个这个中秋的美食呢，就是有个篮子装着这个猪笼饼，相信呢70、80后的这个小朋友们呢都吃过吧。以前装猪笼饼的那个篮子呢，都是用小猪笼来制作的。到了80年后呢，多数都是用那个黄色或者是这个红色的塑胶篮子呢给取代了。那为什么我们以前会有猪笼饼这个小饼吃呢？其实呢，猪笼饼的材料呢是以前的人在做月饼后剩下的这些面粉呢，混入了那个砂糖而做成的这个小饼干。以前的月饼呢，可以说不是每个小孩子都可以吃的东西，因为呢价钱是特别的昂贵。以前的月饼呢价钱是特别的昂贵，所以呢家长们呢都只是会买那个猪笼饼给自己的孩子们吃，因为呢当时他们认为孩子们呢只配吃这个猪笼饼，月饼实在是太贵了，不值得给孩子吃。当然以前的这个小孩子呢，有的吃又有的玩，哪里会在意那么多啊。给我当然是不在意啦，因为呢我挺喜欢收集那个猪笼饼的那个篮子，我呢收集了，然后我把它绑起来挂在我的房间的这个天花板上面呢，感觉呢就像一个小小小小的这个灯笼呢在这个天花板的上面就一直晃一直晃，像一直晃一直晃这样子。我想现在00后的这个小朋友们呢，可能连猪笼饼是什么都不知道了。除了猪笼饼啊，当然少不了还有中秋的月饼。90年代时期呢，我家过得还算是刚刚好吧，不是富有，也不至于太穷。到了中学时期呢，我终于有机会吃到这个月饼了，而且就是那么的半块。那时呢，也是我头弟会吃到这个有这个咸蛋黄的这个莲蓉月饼。当时呢，我根本没有办法接受到这个咸蛋黄的那股味道，就觉得那个黄黄的东西啊就很难吃。当时呢，就真的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反观呢，现在呢，吃月饼吃到怕，有没有？而且呢，还有那么多不同的口味。每次呢，收到朋友给我的这个月饼呢，我心里呢都会不断的 OS 在想，到底要吃到什么时候那个月饼才吃得完啊？毕竟呢，我本身不是很喜欢甜食，所以呢，多数呢，我都会将那个月饼呢，朋友送给我的月饼呢，我都会转赠给身边的朋友，特别是那些离乡背井啊，到吉隆坡来打工的朋友们呢，我都会送给他们。所以呢，中秋节呢，我不用买这个月饼之余呢，倒可以就是送别人月饼哎。除了这个月饼啊，中秋呢，我们在户外赏月的时候呢，你都会吃些什么呢？现在的人应该是都会准备火锅或者是 BBQ 了吧，就好像这个台湾人一样，一到中秋的时候呢，不管在哪里都好，都一定要烤肉。你可能会觉得呢很意外，因为烤肉的习俗呢不是一个传统，而是来自于民国76年一个烤肉酱油广告起的头，所以一直流传到现在。台湾人现在在中秋佳节呢，不是抬头望明月，反而是低头看烤肉熟了没。以前呢，80、90年代的这个中秋节呢，我们是怎么过的呢？一般人家呢都会比较传统式的，在这个家门外呢摆上桌子拜月亮，然后呢一家大小呢在户外点灯笼、玩蜡烛、赏月、吃月饼等等。我的童年呢就没有那么完美，因为灯笼及蜡烛呢和我是没有缘分的。小时候的我呢就和父母啊还有我的弟弟呢都是分开住，所以呢每逢这个佳节的时候呢都是我一个人在过。当时呢是和公公婆婆一起住嘛，所以呢他们也不会买灯笼或者是蜡烛给我玩。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小孩子不能玩火，然后呢点蜡烛呢他们怕我把那个铁门呢弄到太多的蜡，所以呢他们从来就不会买那个蜡烛给我玩。最终呢我只能就是站在家门外呢看着左邻右舍的小朋友们呢、啊、把家门外点的灯火通明。那时候我是多么的羡慕啊。有一次呢，我的公公看到我在门外闷闷不乐的样子，就给了我一支蜡烛让我玩去。这个蜡烛呢，你万万都想不到呢，我拿到的蜡烛竟然是那种长形红色拜神用的那个蜡烛。当时呢，我就很无奈的就是拿着蜡烛啊点在那个花盆的这个边上，看着那个微微的灯火，那个蜡烛的灯火，然后我又要用手挡着那个蜡烛呢，以免呢它会被那个风呢给吹熄了。现在呢想起呢那时候呢其实还蛮天真蛮好笑的，就没有那个彩色的蜡烛可以玩，到玩起了拜神的蜡烛来了。到了这个小学3年级啊，我就拿到了我人生第一个电灯笼。
还记得那个灯笼呢是超人的这个造型，这个 Superman 的造型，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应该是青色的外形吧。这个电灯笼啊，可以说是陪伴我到中学的时期，最后呢给我一个不小心呢把灯泡给弄断了，所以呢没了。慢慢长大过后呢，我才有机会玩到这个纸灯笼、玻璃纸的灯笼还有蜡烛，总算呢有一个玩过灯笼的这个童年吧，没有遗憾了。之后呢一直到读学院的时候呢，我还有玩灯笼哦，可是当时的心态呢已经是不一样了。以前小时候呢会觉得有火很好玩，现在点灯笼呢反而是觉得是为了节庆吧，就为了这个中秋佳节应景吧，也为了在这一天呢可以在那个如诗如画的这个灯光及月光之下呢感慨的度过中秋佳节。 There is everything to be found in Kuala Lumpur. At Life Center, you will find the best of leisure, indulgence and entertainment under one roof. Boasting a unique blend of eateries and entertainment spots, Life Center lets you experience the cosmopolitan nature of this bustling city. Enjoy the vibrant music and the many live bands for unconfined entertainment. So come appreciate the best of food, drinks and entertainment at Life Center today.
心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请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中秋对你来说是什么？可能很多人会说，中秋是个团圆的日子，是嫦娥奔月的传说，是吃月饼的季节，或者是思念家乡的日子。Leon 来信说，中秋呢就是要读书的日子，有没有过中秋其实都不以为过。Leon， 我知道你读书辛苦了，别忘了打个电话给你的家人送上慰问及祝福哦。在这里祝你中秋节快乐哦。好，傅晨呢来信说，一场偶然的相遇呢成就此后无尽的怀念。那傅晨，有缘依然能够再相见，如果遇到了就要把握机会去追求哦。在这里也祝你中秋节快乐哦。接下来呢，有群雄来信说，今年学校办中秋晚会，所以都在忙策划表演的部分，中秋就是很忙。群雄，希望呢你把这个学校的这个中秋晚会呢办得有声有色，把快乐呢带给到场的所有的这个朋友们，加油哦。好，接下来有 Katy 呢，她来信说，中秋节是送祝福语的时刻，以真诚为半径，用真心为圆心，送您一个中秋圆圆的祝福，愿您月圆人圆，事事团圆，人顺心顺，事事都顺，人说月满人齐全，家国两团圆，花好月圆佳节夜，思念千里梦天天，祝福你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团聚，月圆人更圆。好棒的一个祝福语哦。在这个祝福语里面呢，我看到最多的字呢，最真诚的字呢，就是团圆了。在这里呢，要谢谢 Katy 呢给大家带来的祝福，我也祝福你和你的家人呢和和美美，团团圆圆，中秋节快乐哦。好，接下来的来信有 Maychin 呢来信说，中秋节想你是最快乐的事，见你是最开心的事，爱你是我永远要做的事，把你放在心上是我一直在做的事，中秋就是爱的那回事。果然是中秋的那回事哦。 Maychin， 看你中秋呢也是甜蜜的事啦，在这里先祝你早日喜结连理哦。好，接下来是 Lily 的老公来信说， Lily 老公你叫什么名字呢？就是 Lily 老公了。 Lily 老公说，中秋就是要赚钱买奶粉，中秋就是要赚钱买奶粉，希望呢老婆及孩子体谅爸爸那么辛苦工作，没法回家和你们过中秋，老婆辛苦你了。好，在这里给 Lily 的老公呢跟你说一声，你也辛苦了，希望呢你工作愉快，回来后呢依然还是可以补回庆祝中秋节的，所以加油哦。好，最后一封信呢是来自 PJ 的 Nick 来信说，主持人我很喜欢你主持人我很喜欢听你的声音，很舒服，
中秋节呢，我发生过趣事，就是我点灯笼，不小心把整个灯笼烧了起来，最后我把灯笼全烧了，然后放一罐午餐肉在火上烤，最后里面没有熟透，然后呢是最底层烧焦了。放午餐肉在火上烤，午餐肉是可以拿来烤的吗？午餐肉通常都是拿来煎的吧。首先呢，在这里呢，先谢谢 Nick 收听我的节目哦。至于你那个烤焦了的那个午餐肉呢，下回记得呢，请你一些先把那午餐肉的那个罐呢，那盖呢给打开，然后呢将午餐肉拿出来呢，切成片状过后呢才拿来烤，好不好？不然呢你这样子呢就真的是浪费食材咯，切记哦。在这里呢也祝你中秋节快乐。念完了所有的来信，其实呢我也是过了中秋节呢发生一项这个糗事的，那就是去年和一群就是朋友呢在拍摄这个中秋特辑的时候呢，我们拍摄放这个孔明灯的时候呢，那个风向不小心把那个孔明灯吹向别人山上的那个房子。那时候呢我朋友呢就赶紧就是连爬带跑的这样子跑过去了，要阻止那个孔明灯飞向人家的家。还好呢刚好那个家呢外面有一棵树，还好那棵树呢正好呢就是挡着那个孔明灯呢不让它继续往上飞，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才没有酿成就是人家的家发生火灾哦。所以呢在这个中秋佳节期间呢，各位玩火的朋友们呢可要小心一点哦，可别真的呢一把火把别人的屋子烧掉，那时候就真的是假辣了哦。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来到尾声了。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什么开心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想找朋友倾诉的话呢，我都非常欢迎你到我的面子书断掌的男人，或者是 Spotlife TV 的 Skype 聊天室呢，和我们聊一聊你的心事，或者是私底下给我来信都 OK 哦。今天是星期六，中秋节前夕，我在这里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家家都团圆，中秋节快乐，我们下期再见了。